对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先要过上巳节，然后要过什么？要过寒食节。那上巳节呢，农历3月初3，我在书里讲过很多了，文章里面讲过很多。我们要吃荠菜、煮鸡蛋，然后我们在上巳节还要怎么样？上巳节要做3件事情，对吧？吃荠菜是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就是洗浴呀、啊，兰汤沐浴。所以的话，你用中药来沐浴也好，你用佩兰沐浴油也好，就要记住，在这个时节，就是要用中药来药浴，来养护自己的身体。再一个呢，第三件事情就是古人还会去春游啊，他会到水边去游玩，所以要记得上巳节的时候，你可以找一个有水的地方去玩。最好呢，如果你能找到有那种什么曲水流觞的地方，你还可以模仿古人玩一下曲水流觞的游戏。